生肖虎和三个大掌，没错。哎，我看一下号主啊，好想要幻影，没有高级生物，那必须安排啊。我看一下你的仓库啊，咱们先估价值啊。哎呀，有钱箱啊，哎呀，有钱箱就行啊。哎呀，这怎么说，兄弟们？哦呦，这全解锁了有多少亿啊？有脚，不对劲，滚滚。会不会有什么那种大杂乱七八糟的？啊！哇丢！这什么东西啊？哇丢！啊！哦呦！等一下，我先把鼻子藏一下。哎，不要偷我鼻子啊，兄弟们！这里一个，这里一个，这里一个，哎。就人们从这个位置下来，他不看这儿。你看啊，就从这儿，他们一般人下来以后是这样，是吧？这个视角没有人看这儿，可以的。我觉得应该没有人拿啊。哦呦，被人开了，没出。哎呀，有点小可惜呀、啊。哎啊，我丢，什么东西、啊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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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废了，兄弟们，这老虎呀。哎，我其实这么说，兄弟们，其实刚才这是个截图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兄弟们，刚才那是个截图，你看看见没啊？刚才那是个截图，你现在仔细看是不是啊？是不是？哎，这就是个截图。哎，你们看错了啊，你们看错了，兄弟们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，嘿嘿嘿嘿嘿嘿，哎。万一要刷走的话很难受啊。啊，还在这儿，咱们浅浅的来一只。哎哎，他不能双虎吧？双虎我下播，我就不信了。出金了，哦，情报一个。你倒了，我收到了。掉了，扎针起，我不管你，我踩他。什么东西？没有，可以，又一个生肖，知道，帮我盯着点啊，我下河了，可以，老虎进来了啊，要憋死了，这是什么人？前面的是坤哥还是谁啊？他在下面追你，虎头五甲，问题不大吧？交给你了啊，我先走了，你牵着他一声，啊，我脸上有人。哎呀，你吓我一跳啊！走，你就说，咱摸了一只老虎，又碰到了三箱的数字币，它是不是合情合理？没有如此合理的一局了，是不是，兄弟们？没毛病吧？穷的就是剩下金币的，我看你跳的累，你进来搬一搬。哎，不用，兄弟，客气了，客气了啊。辛苦一回一星期一把回到解放前，差不多。哎，哪儿呢？迷路了，这儿呢。哎，行，咱就说再多一个我都带不下，就这。哎，就这局势，咱还要什么？哎，不能，老虎呢？来吧，最终1亿5400万，1亿2800万全款拿下一只小幻影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走，人家老兄弟们别逗我啊，有时候我真信我一下跳出去，然后出现个神秘人在我脸上就废了。别趁他不知道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出发。来了啊，兄弟们，别眨眼啊、哦、你们最喜欢的环节，知道什么叫一局拉满吗？2级、3级、4级、5级、6级、7级 Maxing 一局，知道什么强度吗，兄弟们？一局拉满一只满级幻影，一局拉满一只十格的幻影。